你停下来！你快停下来！鹏鹏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快停下来！你快停下来，鹏鹏！你们杀我！我是你妈妈，你不能杀我呀！妈妈。 知道吗？我不是你的孩子。你在说什么？我的妈妈是她。小伟，孙倩。老婆，想不到吧？你养的20年的儿子，是我不欠你的。谢谢你，把他培养的这么好。小伟这样。 那我的儿子呢？当年咱们两个同天生，你就住在我这里。孩子一出生，我就把他们俩掉了。<笑>我跟张伟是初恋，为了成为有钱人，他不得已娶了身为财阀千金的你。 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？你知不知道，眼看着他陪着你，有多难受？所以，我开始虐待你的儿子。我给他取名叫张小狗，我每天都打他，根本就不反抗，他反抗了也没有用。张小狗，他死了。 他被我亲手给打死的。他死的时候啊，他以为我才是他妈妈。你知道吗？我打他的时候，他都在叫，他根本就没有反抗。他说：“妈妈，我求求你，你别打我了，妈妈，我错了。”你是干什么？我杀了他！我杀了！别胆怯，月清，你儿子的。 就当做是为母和倩倩这么多年偷偷摸摸的补偿吧。别担心啊，老婆，你马上就能下去陪她了。儿子，咱们送一程。好的，妈妈。婆婆，婆婆，张伟，我爱你，张伟，我恨你。 替小嫂剖心沥血养孩子，而我自己的孩子却被这对渣男贱女害死。曾倩、张鹏，若你来生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。这是医院，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 孩子都被你吓哭了，张伟。2018年，20年前，难道我重生回了生下孩子的那天？当年咱们两个同一天生，孩子一出生，我就不动。你这是做什么？ 这不是我儿子，是张鹏那个白眼狼。早前已经把孩子换掉了，吵死了。是曾倩的声音。妹子，这孩子一直在哭。 报警！别没了，我要把孩子换回来，不能再让他虐待我的孩子。
你在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给他取名叫张小狗，我每天都打他，他就是求饶都没有用。这辈子，妈妈一定会好好保护你。曾静、张伟，这辈子你们好好享受自食其果的滋味吧。你是住在我隔壁那位孕妇吧？听他们说啊，咱们是同一天生孩子，还真是有缘分。这家医院以贵闻名，曾倩不过是普通上班族，哪里有钱住？现在想来，应该是张伟一直在用我的钱补贴她。是啊，很有缘。你选这里是因为离家近吗？我住在隔壁的金湖华庭。金湖华庭啊，好巧啊，我也马上搬过去，咱们可真是有缘分。是啊，说不定咱们还是邻居呢。前世和曾倩做邻居，张伟对曾倩尤为照顾，我只当他对人热情，不曾想自己这么多年一直在被丈夫当情妇。那以后啊，两家人啊一定要多走动走动才好。对了，你孩子起名字叫张鹏，我们的孩子叫张鹏。张伟有心了，一直记得我想给我们孩子取名叫张鹏。张鹏，这个名字真好听。谁说叫张鹏了？孩子随我的姓，叫方书恒。这，老婆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哪有孩子随女姓的？上辈子我顾及你入赘的面子，拒绝父亲让孩子随母姓的提议。这辈子我不会让我的孩子和你沾染上半点关系。是啊，孩子不能冠父姓，你让先生的面子。我老公啊是赘婿，吃喝住行全都靠我家里，就连医生的工作也是托我家的关系，他哪需要什么面子。冯迪，你怎么能这么说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家孩子叫什么名字啊？说来怎么都不见他爸爸呢。哦，我先生忙出差去了，孩子的名字取过了，叫张小狗。张小狗贱名。没有，真可爱的名字啊，小狗，好听，真可爱。对呀，像小狗一样可爱。小狗，小狗，方丽，不仅仅你儿子要叫，我以后会像你爸像狗一样生。曾倩，你好好得意，希望当你知道真相的那一刻，你还能笑得出。出去。怎么了，老婆？以后你去书房住吧。老婆，我是做错什么了吗？没有啊，只是孩子半夜哭，怕打扰你休息。你个小野种，哎，我就知道哭，吵死了。好像是曾倩的声音，又打孩子了。应该是吧。咱们是高等小区，隔音效果应该很好。咱们家卧室离他们家阳台近，除非故意在阳台上打，否则咱们是听不到的。真有意思。好像是故意打给我听。老婆，你多想了吧。老公，你说他打孩子，孩子的爸爸要是知道了会心疼吗？这我怎么知道啊。要不你去劝劝。老婆，我又不是孩子父亲。书恒也是你的孩子，上辈子你却眼睁睁看着他备受折磨。你放心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我很期待，当你得知真相时，你还会像现在一样淡定吗？
今天宋恒过生日，我来啊，给他送了生日礼物，快点的啊！叔恒，生日快乐！阿姨啊，你买了新的衣服，试试看看合不合身啊？还是名牌呢。钟倩，你有新了？今天也是我的生日，你要给我买件衣服吗？穿什么穿？你也配啊？哎，他身上这件不是去年书恒的吗？我记得书恒不小心刮破了，我给扔掉了。不清楚，可能自己捡的。毕竟我从来不会给他买。怎么，你心疼了？心疼的话，你给他买啊。我给他买什么呀？我又不是他妈妈，他妈妈都不心疼。我心疼什么？是啊，你心疼什么？你只要把书恒照顾好就算，好好照顾儿子，把他培养成才，我就想着坐享其成了。曾倩，好好享受美梦吧，你现在多得意，得知真相后就有多绝望。舒恒回来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妈，我来帮你。回来了。哎，不用，你明天就高考了，回屋学习去。孝敬妈又不耽误我学习，我每年都考全市第一呢。那你爸呢？你就不孝敬了？妈，我已经十八岁了，有些事我能看得清。我爸跟隔壁的曾阿姨关系不一般，看了好多次了。书恒，妈，如果你想离婚，支持你。书恒，来了。你找人救我！找人啊！先找人求饶是不是？我打死你！嘘，你在这别动。妈，干什么？你妈呀！妈呀！救我妈呀！方林，你给我让开啊！别耽误我教育我儿子。张倩，你干什么？这是我家。臭死！现在学会偷钱了是不是？啊！明天就要高考了，今天你给我办理退学。我偷你的钱只是为了离开这家，离开你。哎，不是，你告诉我，就你那学习成绩，年年倒数第一，上了都是浪费钱，打死你！哎、够了，曾阿姨，这里是我家，你们要到出去呢。书恒回来了，哟，书恒，明天就要高考了。书恒年年都考年级第一，老师说考上华清大学没什么。哎呦。华西大学，书恒，你也太有出息了吧！不像某些畜生，专科都上。妈，你怎么着？我说你两句，你还不乐意听是不是？赶紧给我滚回去啊！别让我再打死你！哦，张大哥，我们家下水道堵了，麻烦您去帮我通一下，咱们。去吧，大家都是邻居嘛。好。张伟，咱们什么时候把孩子给换回来？书恒快十八岁了，等他高考结束吧。书恒是个好孩子，他一定会好好孝顺你的。老公，咱们什么时候才能正大光明，不再偷偷摸摸的？很快了，我已经在准备分你的财产，等财产全部转移干净，我就会带你回来，带着你回来。方阿姨，你在等我。方阿姨，你很有钱吧？能不能给我点钱？我看见你老公和我妈抱在一起，他出轨了。你给我点钱，我可以帮你抓出轨证据。你要钱做什么？我想离开这个家，离开我妈。方阿姨，我妈是怎么对我的你也看在眼里，从小到大对我不是打就是骂。方阿姨，我求求你帮帮我吧。我帮不了你。方阿姨，你能帮我？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见您就觉得您很亲切。我有好几次做梦都梦见您才是我的妈妈。生活上对我无微不至，学业上给我聘请最好的老师，让我考上市重点大学，出人头地。我是你妈妈，你不能吓我呀！是啊，秦氏我尽心尽力地照顾你、养育你，可你却对我赶尽杀绝。我不会帮你的。说到底，你也只是个白眼狼罢了。但是，你可以自己帮你自己。现在这个社会，大家力气都很大。如果你曝光了他的行径，你还怕离不开你？懂我意思？小大众，鬼鬼祟祟的干嘛呢？喝点水。与你无关。什么呢？啊！说什么呢？啊！啊！说什么呢？啊！啊！大家好，我叫张小狗，常年被我的妈妈虐待、殴打，你们看。这些都是证据。天吃不饱，穿不暖，求求你们帮忙，求求你们帮忙，帮我离开这个家，离开我的妈妈。这是后妈妈，也太恶毒了。就这女人跟他打在一起，谁知道这个女的叫什么，在哪工作？我要去举报她。她叫曾倩，在宣阳公司上班。小狗。畜生！这个畜生！子倩，去财务部！蛋！主管，为什么要开除我？为什么要开除？网上舆论发酵，说我们公司招了一个不三不四、心肠的女人。为了公司的清白，你被开除了，可以滚了。主管，滚！虐待自己的孩子，哪有你这样做母亲的？猪狗不如，简直不是人！真是个畜生！你让小狗杀了你！啊！为了我你狠心是不是？啊？是不是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明明是我的妈妈，却对我像仇人一样对隔壁的方淑涵那么好？为什么？警告，不许提方淑涵！女人跟脚趾头都比不过。看来我对你还是太善良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好好反省一下。妈，把我放了吧，我再不来了，放我出去！放出去！可妈，敢让我声名狼藉，就等着饿死在这儿吧！妈，妈，我错了，妈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放我出去！都是风铃让我做的。风铃？是风铃那个贱人让我曝光你。妈，你放我出去吧，妈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那你更该死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跟你吃一口饭，喝一口水，你就活活等着死。我错了，妈。妈，是你让江小狗偷偷录像是吧？给我工作跟你没法，你放开我！你不去，你不去，不好啊！你儿
哎呀，那念天，别跳啊！你不敢跳，不敢跳！！方丽，你干什么啊？打120啊！不许叫！想死就赶紧去死！等等，你该不会就是网上虐待孩子那个母亲吧？原来是他，难怪不让拨打120救人，你是想要自己孩子死吗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他不救，我们救，关什么闲事儿啊？宗庆，你可想好，现在你当我们大家抢救张小狗，到时候他要是死了或是腿残了，你可别后悔。后悔？我绝不后悔。认一下！谁是孩子母亲？谁是孩子母亲？她是孩子的母亲。她现在情况很紧急，腿部受伤严重，需要立马送去医院，否则车都保不住。不许去！谁带你去医院了？这可是我的孩子。你不是孩子母亲吗？再不治疗，她的腿就保不住了。保不住就保不住，我不去。走开！这当妈的跟畜生什么区别？什么什么事儿啊？我自己的孩子，他的命我做主。宗庆，张小狗不只是你的儿子，更是一条人命。他现在已经晕倒了，你阻拦医生救人，等同于谋杀，是要坐牢的。我就是要坐牢的。坐牢？先把他送医院去吧。来，搭把手。张医生，这个病人从高楼层摔下，腿部感染严重，您快去看他吧。走。好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张小狗。怎么现在才送过来？他这右腿严重感染，得截肢啊。截肢了更好，那就两条腿全切了吧，反正他就是个废物。残废的更好。张小狗可是你儿子啊，宗倩，你把他害残废了，你不担心他会恨你啊？恨我？我又不靠这种废物养老。他恨我什么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张医生，血液采集完毕，我马上送到检验科分析血型。他进手术室，准备手术。张医生，你还没说第二个保守治疗的方案呢。保守治疗？保守治疗就是用我们医院最新的仪器进行治疗，但治疗费得翻5倍。五倍？我可没有钱给他治疗，赶紧截肢。宗庆，你可想好了，把你儿子送进去做截肢手术，他下半辈子可就真的毁了。毁了又如何？就截肢。张医生，请您主刀。准备手术。是是。这也太搞笑了吧。曾倩，你儿子还在里面做手术呢，你怎么连半点关心都没有啊？我担心什么？他就是死在手术室里也跟我没关系。你还是人吗？怎么对亲生孩子这么狠毒？张小狗已经成年了，已经满18岁了，我对他没有任何的养育义务。我今天愿意给他交截肢的费用啊，已经算是大发慈悲。我警告你，你们一个个的愿意做剩女养她后半辈子，我欢迎你们踊跃报名啊！妈，舒恒，我回家没看到你，邻居说你在医院里，你是生病了吗？妈，没事儿，是张小狗进医院抢救了。舒恒，高考结束了吗？考得怎么样？还行吧。哎妈，成绩出来了，达到了华清大学的分数。这么棒！华清大学，哎呦，那可太好了呀！舒恒果然是我的主，基因优秀，比方黎这个贱人的儿子强多了。现在就差告诉舒恒，我才是他的亲生母亲。方黎，你就准备接盘一个残疾的儿子。不好了，截肢过程中患者出现了大出血，需要输血。患者母亲，请来确认一下血型。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？还让我确认血型？我又不知道他什么血型。是
18年，我等了18年，就是在等今天。曾倩，你马上就要自食其果了。曾倩啊，孩子刚出生的时候，护士都会告诉我们孩子的血型。你们家孩子是什么血型？18年前的事了，我哪了解？他是 RH 阴性血型，也就是俗称的熊猫血。你的孩子呀、是 RH 阴性血，俗称熊猫血，你一定要小心呵护，千万不能受伤啊！宝宝，妈妈会把你换走，别恨妈，妈妈是为了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。也就是俗称的熊猫血。你说什么？孩子出生护士都会做血型检测，这么特殊的血型你不记得吗？可能啊，张小狗怎么可能会是 RH 阴性血？我明明把自己的孩子换给了方丽姐。开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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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静！张女士，你干什么？不坚持了，我们不坚持了！开门呐！这手术是经过你同意的吗？现在手术已经做到一半了，怎么能说不做就不做？我不坚持了！开门！瞎干什么？冷静一点！舒恒，你记错了，你是 RH 阴性血，不是 B 型血。妈，我之前做的，我是你妈妈，你到底是什么血型，我还能不清楚吗？你呀、就是学习压力太大了，所以记混了。舒恒也是 RH 阴性血吗？是啊，真有缘。怎么了？孩子的父亲都是张伟，血型一直也不稀奇。当初孩子是我亲自怀的，我会做错，里面被截肢的肯定是方丽的孩子。没什么。对了，舒恒，等下个月你的成绩出来，妈给你办场升学宴。好。曾倩啊，你不介意的话，带着小狗一起来吧。这孩子失去了腿，想必一定是很痛苦的，你就当带他来散心了。当然，舒恒的升学宴，我一定亲自到场祝贺。怎么样了？手术很成功。张医生，关于小狗的病情，我想找时间好好跟你讨论一下。那你就先跟曾倩聊吧，我跟舒恒回家等你。谢。我担心异常梦多，更担心舒恒会不认我，这样我18年的精心谋划全都打水漂了。我已经把方离的财产转移干净了，下个月就可以提离结婚。舒恒是个好孩子，如果他知道你是他母亲的，不会不认你的。不接。下个月，刚才方离说了，要在下个月给舒恒准备升学宴，咱们就在那天公布事情的真相，好不好？妈，你为什么阻止我不让我教学内的狗男女啊？他就算真是我母亲又如何？我是您抚养长大的，我只认您。他不是你母亲，你也已经18岁了，我是时候该把真相告诉你了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曾姐她以为我是她的孩子，所以您才骗她我是 RH 阴性血。我当初你没有及时发现，他调换了我和张小狗。张伟，你回来了。爸，张小狗怎么样了？他今天出院。哎呀，可惜了，才18岁就残疾了。哎，爸，你给他动手术的时候，会有一点不忍和心疼吗？有什么不忍和心疼的？他又不是我儿子。你看。你儿子今天拿到的华清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华清大学，国内最优秀的学府。不愧是我儿子，你真的做到了。哎，我想给咱儿子办一场升学宴，邀请所有的亲戚。舒恒，如果当初妈妈没有换回我，舒清张小狗的下场就是我的。爸，你说吧。舒恒，其实你的母亲并不是方丽。
23000。怎么会啊？恭喜啊，舒恒从小就是学习的好苗子，这次考上华清大学真是给你们长脸了。是啊，舒恒啊，从小就是我的骄傲。这舒恒以后前途呀不可限量，你们夫妻俩真是享福的命。爸妈，以后我有出息了，一定好好孝敬你们。舒恒，今天这场宴会啊你是主角，要不要上台说两句啊？没事，说两句吧。去吧儿子，上台说两句。好，走吧。感谢大家远道而来参加我的升学宴，今天呢是个特别的日子，在此我想借这个机会感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，可以说如果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，他就是我的妈妈方黎。等一下，舒恒，他不是你吗？你的妈妈是曾倩。你说什么呢？舒恒可是我的孩子，当年我和方黎在同一家医院同一天生孩子，医院呢把两个孩子给抱错了，所以方黎，张小狗才是你的儿子，而舒恒才是我的亲生儿子。方黎，我和我亲生儿子骨肉分离了这么多年，是时候我们把孩子给换回来了。还有这种事，这也太奇葩了吧，会不会是哪里弄错了啊？曾倩，你空口无凭，有什么证据说舒恒是你的儿子？我知道没有证据你是不会轻易相信的，所以我和舒恒做了 DNA 亲子鉴定，待会儿就有人会送过来，大概十分钟左右，等一下你看了 DNA 亲子报告，你就会知道，你就会相信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。我不相信。老公，当年我生舒恒的时候你是陪在我身边的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 我知道你一时很难以接受，但是生恩大于养恩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把我的儿子还给我好不好？张小狗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他虽然摔断了腿，但是你不能不要他呀。天哪，这么些年好不容易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名牌大学生，现在却要拱手让人了。就是啊，谁都知道方黎为舒恒付出了多少，舒恒能考上华清大学那都是方黎辅导有功啊，这么多年的感情和心血可不是轻易能够割舍的呀。就是啊，这谁能舍得。曾倩，好就是胡说八道。方黎，曾倩都跑到这儿来认孩子了，你是怎么当妈的？连医院抱错孩子你都不知道？不可能，舒恒才是我的孩子，一定是曾倩的撒谎。老公，你可是医生啊，当初我跟他是在你工作的医院生产的，怎么可能弄错呢？宋海，人家都把亲子鉴定做了，这还能有假？曾倩竟然敢做亲子鉴定，这事儿应该错不了，舒恒应该就是曾倩的儿子。舒恒，我以后一定会替方黎好好爱你的，毕竟我才是你的亲生妈妈。我含辛茹苦养育了舒恒十几年，我绝不可能认错。你的孩子是张小狗哦，就是眼前轮椅上这个孩子。方黎啊，你可不能因为他残疾了就不要他，这样啊你就没有儿子。舒恒，我已经跟舒恒说过了，舒恒承诺我只要看到 DNA 检测报告就认我为儿子，跟我轮椅感谢你这么多年留意这么优秀的孩子。你舒恒，你会认我当母亲的对吗？子阿姨，如果亲子鉴定是真的，我会认你当女儿的。你看，就是
舒恒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才是你妈妈呀！我要让她净身出户！净身出户，那她岂不是变成穷光蛋？她岂不是没钱养我了？妈，妈，好歹你也养过我18年，你收留我吧，别让我给她放了一手苦啊！妈，滚一边去！这哪有你插嘴？风离，事到如今未不多。说实话，作为女人，我们同时爱着一个男人，我有时候真的很嫉妒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能光明正大的跟他结婚生子，而我呢，只能做一个见不得光的小三，生了一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。今天的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。说实话，我本来很期待的，我很期待你今天知道真相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反应。但是我居然很失望，你居然没有拉着舒恒痛哭流涕，求他不要离开你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的老公、儿子，我全都收下。很感谢你这么多年对家庭的付出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好好扮演好妻子、母亲这个角色的。哎，对了，有一件事我特别奇怪，曾阿姨啊，之前在医院体检的时候，您说您的儿子是 Rh 阴性血是吗？啊，是，我的孩子确实是 Rh 阴性血，你不就是 Rh 阴性血吗？哎，可是我上周又去做了一次体检。妈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这个体检报告显示我是 B 型血。什么？舒恒，你刚刚说你什么血型 ？B 型血，不信你看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是我。你好，曾健小姐，你的鉴定报告出来了。方离，只要亲子鉴定报告证明舒恒是我的孩子，你就打了他屁股，对吗？曾阿姨，如果亲子鉴定显示我是你的孩子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会认你当妈的。如今我已经考上华清大学了，不说以后找不到好工作，以后啊，我孝敬你，给你养老。如果哪天你出意外了，我也会给你披麻戴孝。我养了18年的孩子都这么说了，我也没有办法了。如果妻子鉴定是真的，那我们就换回孩子吧。如今我老公要跟我离婚，我儿子也不认我，但还好我还有一个残疾的儿子，虽然不能为我养老，但好歹还可以做个伴。哎，对了，邓阿姨，如果这个亲子报告打开以后我不是你孩子怎么办？那你今天来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？你今天来不就是想换回舒恒吗？你怎么不打开呀？你在害怕什么？我什么？我们生下孩子就被我们亲手调换了，他绝对不会知道这些，不然他不会等到今天的。结果是什么？说！怎么会是这样？亲子鉴定是什么结果啊？曾倩、方书恒并无亲子关系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你不是信誓旦旦来认你儿子的吗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张伟，你可是医生啊！你快来看看这份亲子报告是不是出错了啊？张文，你可是医生啊，你快看，你快看看这份亲子报告是不是弄错了？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所以曾小姐的儿子并不是方书恒，那
骂他好端端的，来认什么亲啊？不会是眼红别人家的孩子吧？会主宰裁定，是不是一开始就猜到真相，调包了亲子鉴定？调包亲子鉴定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孩子从一开始就没有被调换？不可能！当年是我亲手将方书恒跟张小狗调换的，绝对不可能！他居然亲自将孩子换掉，他想做什么？好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！你是调换了孩子没错，可我又把孩子换回来了。你以为张小狗是我的孩子，对他又打又骂，殊不知你他妈的是你自己的孩子！你把他弄走，你亲自把你自己的孩子弄得失去了腿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呀？不行，我不信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王林，你一开始就知道对不对？你可有很多的心呢？你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小狗失去了腿？张伟，你说什么呢？亲自切掉张小狗腿的是你，所以还是搞错了，我还是你的孩子，曾倩，现在你满意了？你因为想报复方离，所以虐待我，殊不知别人的孩子一表人才，前途一片光明，但你的孩子呢？他是个瘸子。贱人，不知道吗？陆恒，你是不是也知道了真相？原来如此，当时就知道了，故意在我面前演戏是吧？好狠的心，才能生出这么狠毒的儿子！我狠毒还是你狠毒？你心里清楚，宗庆生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，我生的孩子就不是了吗？扪心自问，我方里有什么对不起你张伟的地方？你要诛心积虑害我的孩子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知道，陆威。今天让大家见笑了，不过正好，请大家和我一起见证，我要和我的丈夫离婚。20年前，我和我的老公一见钟情，坠入爱河，很快就结了婚。但是他一无所有，是我花钱资助他的学业，也是我为他谋取了工作，但我不曾想过。他婚姻就是一场骗局。张伟和曾倩无媒苟合，串通换掉我的孩子，转移我的财产，这些就是他出轨的证据。太可怕了，20年的枕边人居然是一直想吃自己。18年，我等了18年，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们是什么目的，我就是在等今天，我要让你们自食其果，身败名裂。王林，张伟，恭喜你啊，运筹帷幄18年，什么都没有得到。哦不，还是有得到的，得到了一个残疾的儿子和没有收入的情人。哈哈，张伟，以后你就只能过清贫的日子了。不好意思啊，真正净身出户的人是你。方林，宝宝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！你能不能原谅我？看在我……老公。怎么样了？方离起诉了离婚，
这是判决书，判我净身出户。你这个贱人！咱们现在怎么办？咱们都没了工作，小狗的治疗费又是个无底洞，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？有了啊！不如我们利用小狗的伤，在直播间里卖一波惨，说不定能赚不少大商呢。对，直播的时候咱们还可以带货，这样的话可以赚两份钱。对，我去准备一些三无产品，我们以次充好，高价卖出去。可是老公，之前小狗曝光过我，万一让直播间的人认出来，我就是那个打孩子的妈妈。你别说筹钱，别说治病了，我没事，你就打扮的粗一点，伪装成给断腿儿子治疗的妈妈，没人认出来的。可以，我可以把小狗的头发弄得潦草一些，到时候把那些伤露给他们看，肯定啊能收获一大波东西。什么意思？你们都已经把我害成这样了，还想拿我当赚钱工具？都给我滚出去！儿子，儿子，你听妈说，爸妈现在都没有工作了，兜里只有几百块钱了。又是想抽筋，这是来的最快的。你要还想治疗，就按你妈说的办，要不然我们只能带你回农村老家了，到时候可不一定有什么好的医生。哎妈，你看这两个人眼熟吗？各位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我的儿子因为一次意外落下了终身的残疾。我跟我丈夫，我们两个都是农村来的，我们没本事，我们想给儿子治病，奈何我们真的付不起医疗费用，眼看着我儿子因为没钱要被医院赶出去。我求求直播间的家人们，你们帮帮我们吧，我们给你们磕头了，磕头了。真是太可怜了，当妈的看不得这些，给你刷个火箭。我只是个学生，没有那么多钱，就给你们刷几朵花吧。家人们，给你们看一下我儿子意外受的擦伤，你们看。有病！家人们，你们快看看呀，是我这个当妈的没有用。这不就是张小狗和曾阿姨吗？是他们。估计是没钱了，想博取网友的善心来赚钱。这家人嘴里就没有一句实话。主播好眼熟，怎么感觉像之前新闻报道的孩子的妈妈？什么大孩子，你不要冤枉我啊。你儿子这露出来的伤疤也不像是擦伤的，倒像是烫伤。怎么可能会是烫伤的呀？什么大孩子，你们千万不要空口无凭的冤枉我这种苦命的人。儿子如果是我每天打他的话，他怎么愿意陪我直播呢？是吧儿子？这妈妈都这么可怜了，你怎么还诬陷人家？有没有同理心？就是少一事找。好了好了，家人们，家人们，你们不要说他了，可能他单纯的觉得我跟他们长得像吧。家人们，今天啊，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，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心的商家，他知道我们的消息之后呢，给我们啊送来了几箱产品，我在直播间啊特意低价卖给大家，大家看看这款产品，它可是国外进口的，我给大家上脸试一下啊。我儿子害羞了，儿子没有什么的，只是啊让叔叔阿姨们看看上脸的效果而已啊。怎么给儿子用了这个东西脸上这么红？该不会是产品不合格过敏了吧？怎么可能呢，怎么可能啊，这是因为医院太热了。这不像是热了，你看你儿子都上脸了。家人们，这是因为我儿子从小他来自农村，我们家里穷，条件不好，确实没有用过什么好的护肤品，他一时脸不吸收而已。但我保证啊，这都是有检测报告的，假一赔十，不，假一赔万。家人们，我们都是村里来的，都是老实人，怎么可能作假的？这是检测报告，请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啊！大家一定要放心购买啊！这也不就是黑作坊的三无产品吗？他们靠着大家的同情心赚这些黑心钱，也不怕遭报应。儿子，上次房柜子的右边，
把曾倩和你爸出轨的证据，还有曾倩虐待张小狗的证据都拿来，我们准备一下，发到网上去。好，家人们，咱们下一个品重爆款就来了。这款啊，这款红薯粉的配料非常干净，里面呢只有红薯，非常非常的好吃。我儿子最喜欢吃这个了，吃起它呀酸酸辣辣的，非常开胃。正好啊，我儿子没有吃午饭，这嫂子来，儿子给叔叔阿姨们吃一个。哎呦，我娃娃又害羞了，给叔叔阿姨们吃一个又怎么样嘛？来了，我不吃，医生不让我吃。我的吃啊，这个孩子啊，是没吃过好东西，想把好吃的都留给他妈妈。我儿子他就是太懂事了，我真的，儿子，快点来尝尝，来，叔叔还没吃。哎呀，这个孩子吃了，这味道，怎么样，儿子，好不好吃啊？好吃。咱们下一个品啊，咱们下一个品啊是这个洗发水。这个洗发水呢，它可以说是洗发水界的天花板。咱们就说这个洗发水用完之后就会冒的蜜，非常的舒服，让人锁就自锁，嚯，直播间十万人的。哎，这个洗发水啊，它里面啊含有中药成分，可以让你的头皮啊非常的透。你张嘴会说话，我都说了我吃不了辛辣的，只要我吃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真正不能吃，吃不好你吃这个怎么了？三配料表里有红薯吗？你自己确定不清楚吗？闭嘴！哎，儿子，不是这样。曾倩，你确实很爱你的儿子，但如果你的儿子成了废物，无法替你养老，甚至还要拖累你一辈子的时候，你的母爱就不值一提。把证据发布到网上。他们利用大家的同情心赚黑心钱，现在也该尝尝被反噬的滋味。完了！有人在网上发我们出轨的证据，还有你打小狗的视频，现在全网都在骂我们。还有，我们卖的东西被爆出是三无产品，买我们东西的人用出了问题，现在就来找我们算账。直播间的钱全被冻结了，傻子，谁干的呀？现在不能走了，逃，赶紧逃吧！我这边的孩子们，快点！周倩和张伟那两个骗子肯定就在这里，咱们一个一个找，不信找不到他。好，好，好！我闭上嘴，走吧！别和气了。走吧，行。好，我的情况。原来是这样的，我上辈子其实是受害死，竟成爱我的妈妈。疼呢！先别管那么多，快走啊！不行，走啊，走啊！手机都给我用一下吧。好。喂，警察局吗？我要举报有人直播卖假货。
谁啊？妈，我是张鹏。前世的事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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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错了，妈，我不该和那对狗男女一起害你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让他们付出代价了，我把他们都送进局子了，这辈子都没想出来。妈，听到这个消息，开心吗？可别叫我妈，我不是你妈。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妈，我在畜生。我白眼了，我不得好死！妈，你原谅我吧，我真的……上辈子我呕心沥血的养育你，却换来你们把我推下天台惨死的结局。你现在来求我原谅了，你有什么资格求？你给我滚！我不想再看见你。妈，妈，我真的想过死心了，妈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相信我，相信我。放开我！张老公，你干什么？妈，我要是上辈子没有听信那对狗男女的话，我会不会现在像方书恒一样对你养得很好？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你不配说对不起，你根本就不值得被原谅。走吧。没事，别担心。王今天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排骨。不洗了？没洗呢，洗完之后。